他知道 KRV 啊？有没有闻到甜味？没有闻到甜味。今天心情是比较沉重一点的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被传唤来这个刑事局来说明计划。有没有闻到甜味？没有闻到甜味。不要带这么包包借我看一下。太夯了，是太夯了。可能因为说这个影片太红了，还是说怎么样？因为有疯传我们各大的新闻媒体都帮我们来分享，那就有民众来检举说，我们在里面的这个警察使用的这个警徽呢，是不是有触犯到刑法上的某一条这个假扮公务人员罪？那所以说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台北市的这个刑事局啊，要来到案说。心情现在是非常忐忑，以后拍的话可能要再想一下。对，以后我们也会多注意像这样的，就是尽量不要触碰到相关法律的问题。那既然来了，我觉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伸头也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我们就啊进去来一探究竟，看看是如果是有什么样的话，我们还是要虚心受受教，好不好 ？Let's go。现在刚从这个刑事局走出来，那笔录也一切就是制作完成了。我觉得我们之后呢，再拍的话，可能就要更仔细的思考。对，是思考我们的企划的内容，更要注意的一些细微末节，细分末节。不然之后如果我们再这样子拍下去，可能会一直要从哪来？对，会变常客。对，那迪哥呢？迪哥有没有什么话？我们谢谢大家的指教，那我们之后都会再非常的小心去注意，说不要再触碰到这样的问题啊！谢谢大家。那我个人呢，我是觉得我觉得拍片很辛苦的。我每一次拍片，我都觉得好像在做一道料理一样。料理它需要备菜、切菜、煮菜啊，看它的熬煮时间，然后完了也还要看客人满不满意吃嘛。我觉得我们每部片，我们从一开始的企划发想。到布置，到人员筹备，甚至开始真正的正式拍摄，到后制剪辑，甚至到上传到 YouTube 呈现给观众，我觉得每一步都是我们的心血，我们的心态就单纯的只是想娱乐大众，博君一笑。我觉得事事请人尽如人意，但是但求无愧于心。很多事情我们没有注意，但是借由这次的事件，我觉得我们以后会特别注意。不进一事不长一事，那也希望所有的观众们也可以继续支持我们，陪伴我们。这边我们提一下我们的右肩膀，也这样特别的来陪我们制作笔录也制作了快两个小时，也是辛苦是不在话下。那不管怎么样希望各位朋友们来多多支持我们油条兄弟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去会尽我们的全力，再制作更多更好的影片呈现给大家。那因为呢，现在是在刑事局外面，所以说我们也不敢太大声或者张扬，但是我们还是要节目还是要做一个收尾的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油条兄弟，又又又。